答作文哦。对啊，作文哦。谢谢大家今天把那个晚上时间留给我们，然后这是无望合作社成团以来演的最久的一场演出，然后这趟巡回到现在是第三站，然后我们还没有出台北市，然后谢谢大家的体谅跟包容，然后我们很开心今天在这个时期可以坐在这边唱歌给大家听，然后希望大家今天就是坐稳咯，我们来了。